我有朋友嘞，就喝了3天的 SBOOK， 这么久都去追踪他哦。我觉得喝 SBOOK 会发桥哦，我不会发桥，但是比较女人呐，比较搞笑啊，比较女人，也比较刚性的嘛，是比较女人。然后我的朋友我就，你就你会发桥吗？他讲我发桥啊，第三来都不发的。然后就跟我讲，好，后来我老公就问我，他说，哎，如果你他们有。 黑球的时候啊，就开始的时候，他就跑过来讲，哎，你好像没有体毛啊，就问他你是在吃什么，他老公发现的，他自己没有发现，就一个是这样哦，然后我有几个顾客都是真的会发桥，因为我觉得现在女人比较会发桥啦，我不知道，这样的话我也会做他们，哎，你们会有发桥吗？也是有这样的状况嘛，所以有一些就讲比较滋润多，当然是喝 S 女性那部分就比较滋润啦，所以这些都是 SBOOK。我觉得我对 SBOOK 很有那个 confidence， 因为第一我真的是治得很好，因为就是那个皮肤啊，对皮肤很快很快，我过了大概7天吧，我就整个觉得我的那个皮肤会比较滑，因为我皮肤的角那些会之前也是比较干的，因为是拿过 lotion 啊，然后再来的话就是。 我呢就是 try 早上喝下午喝或者是晚上喝，保温也是一包一啦，我看哪个时段会有不一样的反应嘛。然后我觉得我晚上喝 SBOOK 很好睡哦。